确实，不是群聊，本身就是。我回来了吗？我回来了吗？回来了吗？哎，不是的，我刚刚讲了什么东西被编台是不是？你们看看你们。我讲到哪里？本身就是金，然后就没了。本身就是金，乱讲。他常常回来看我们哦。哎、欸，才几秒而已，没有了啦，正常的啦。又正又长啊，不要刷了，很烦啊，很长哎、欸。我们挚爱的阿长，不是阿长。我们挚爱的李黎儿于西元2022年2月14日悄悄地离开这个实况圈，我们痛彻心扉，就仅仅一眨眼的时间，天人永隔，安详地走完的我没有几年，不到半年的实况浮生旅程。他仿佛沉睡中做了一个美梦，梦醒了，留下陪伴我们成长过程中的点点滴滴，留下我们永恒的追思与感恩。现在换菩萨。喂。